好，我是郑建明，今天是7月4日，美国的国庆日。现在在窗外，很多美国民众正在燃放烟火，一片节日喜庆的气氛。而且这种气氛已经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很长时间形成的自然而然的出自于习惯的一种欢庆和放松。当然我也很受感染的，因为这是真正的庆祝。那我们中国大陆人恰恰是非常缺乏的这种真正的庆祝。我们每年庆祝的国庆日实际上就是国殇日，但是中国人浑然不觉啊。但他们庆祝的实际上是在被人奴役了、被人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的那种庆祝。中国唯一的一次庆祝恐怕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的这个胜利，但是一个末日的狂欢式的庆祝。为什么呢？因为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毫无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抗日战争还没结束，中国就在雅尔塔会议上被中国的盟国美国和英国背着中国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划到了，就把中国整个的划到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贺立说，雅尔塔协议就是共产党赤化中国的白皮书。所以中国那个抗日是毫无意义，因为他得到的结果是比日本灭亡中国还大不如的一个结果。中国抗日抗完之后就被自己的盟友给卸磨杀驴了，非常惨。那么同样是这种处境，那么朝鲜也是这样。那朝鲜的解放日实际上就是更深的受奴役之日，从日本人的手中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这个与中国大陆是一样的，与中国大陆人是一样的。但朝鲜他现在，朝鲜人现在他有一点做得比中国大陆人好，就是他的海外民运。他的海外民运一直不成气候，比不上中国民运。但最近几年他赶上来了，完全超越了中国民运。无论是从他的这个行动力，还是精神力，还是组织力，他现在完全超越了中国海外民运。你比如说今年5月31日，那个由朝鲜脱北者组成的朝鲜海外民运团体自由朝鲜运动联合，他就在韩国和朝鲜的边境附近，叫做京畿道金浦市城东里，放飞了10多个气球，向朝鲜散发了50万份反对朝鲜集权政府的传单，还有50本手册、1000枚 U 盘和储存卡，还有2000元一块一块的美金，
以吸引这个朝鲜饥民去捡取，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它引发了这个朝鲜噩耗人物金宇镇的狂怒，朝鲜当局气急败坏的就把韩国投资2亿韩元的韩朝联谊大楼给炸掉。那么这栋大楼被炸掉，等于是给文在寅的脸上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沉重的打击了文在寅的这种税金路线，而且向全世界揭示了这个朝鲜当局的邪恶与疯狂啊。所以这次朝鲜民运的这次行动是大获成功的啊，效果是很明显的。其实去年开始，朝鲜民运团体就勇于采取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你比如说2019年2月22日朝鲜民运团体对这个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一次行动也引起了国际轰动啊。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海外民运，尤其是近年呢，完全是陷入了一潭死水、无所作为的这种境界，不是我们，这固然与经费匮乏有很大的关系，但也并不完全是没有钱，比如说我们这些这个海外反对派人物和组织，有些他是有一些经费的，但在有经费的情况下，他们仅仅是采取开会，开研讨会，开这个什么邀请会，海外这那那全部邀请来了，比如说邀请到纽约市去开一个会做个秀，或者是在自媒体上发视频，或者是这个做一做媒体秀，完全还是停留在这个老套上面，停留在网上面。但你停留在不是说开研讨会、开这个邀请会就不可取，不是说在网上面弄一弄就不可取，而是说效果很差，每况愈下。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现在已经获取了这个配备的这个大数据的科技，他在网上面，他以这个非常成熟的防火墙作为屏障，结合这个大数据的监控，他在网上的这些行为，他封堵和防范是非常严密和有效的。那么这些中国这个海外民运，他在采取这种传统的在海外开会、研讨、做秀，你根本就不能够影响到国内，因为他大防火墙就把你给屏蔽掉了、过滤掉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学习一下朝鲜民运呢？现在的做法呢？你不要看不起朝鲜民运，他的这些放气球、飘飞气球，这种以前蒋介石和蒋经国政府对大陆的这种策反的手段，它现在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成本也是非常低廉的。因为中共的这个大数据的科技，它没办法防堵这种气球飘飞，或者说无人机散发传单，因为无人机还是气球，它是一种低空的操作，一种低空的行动，雷达基本上不起作用，
而且中共的这种什么举报揭发检举监控对这种气球的飘飞或者是无人机的行动它起不到作用啊，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学习这个朝鲜民运人士的这种方法呢？啊，我们以前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蒋介石政府、蒋经国政府以前对大陆的空飘是非常有效的，大陆很大范围的民众从北方的民众从这个辽宁一直到南方的民众广东广西云南都能够收得到这种空飘气球啊。那个时候中共是采取那个时候是毛泽东时代啊，中共是采取恐怖统治啊，他没办法防止他没办法防堵传单，就采取这个恐怖下注，那么谁收了这个传单，谁收了台湾的物资宣传品不上缴，那么就是反革命罪，就要杀头枪毙。那么今天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惩罚了啊，这个中国民众早就没有这样的恐惧了啊，今天你收了这个传单他治不了你什么罪，你收了这个传单你即便没有交他也治不了你什么罪，因为他按聚众之事也没有根据，他按这个造谣传谣这个也不是你造的，也没有这个根据啊，你光是检他治不了罪，所以大陆今天在大陆民众啊，他早就没有这种接收空飘反动所谓反动宣传物品的这种恐惧心理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啊，我们为什么不向朝鲜民运团体进行学习呢？我们不要眼高手低啊，看不起这种所谓的落后的办法啊，实际上手段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只有有效与不有效与否，没有先进与落后，是吧？手段没有先进与落后，只有有效和没有效，啊，我们为什么不重操起这种有效的，这种空飘气球和无人机的这种手段呢？因此我有志于我作为这个中国社民党的代表，我代表中国社民党，我们有志于推进组织和实施空飘气球和无人机散发宣传品推墙的这种行动希望能够得到所有爱国反共民主热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海内外华人的大力捐助。好的，谢谢大家。